有请第一位求职者。毕春雷，女，29岁，黑龙江人，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经济学专业。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我叫毕春雷，然后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是一名硕士生，今天想找的工作是管理类。好，谢谢大家。29岁，硕士，毕业了没有？没有。他的求职意向，大企业。价值大的企业就是大企业。你的简历好干净啊。我是觉得在工作上没有特别值得写的。那为什么意向企业和职位都不填呢？因为我今年是应届生嘛，所以我也是想综合的看一下，给自己一个平台和机会。因为写出来的它就受限了，所以我就没有写出来，这样给大家比较广阔的想象空间。哪一年考硕士的吗？我是2016年。2016年。所以你应该有过工作经历嘛？对对对。那为什么工作经历不写？谁在？因为之前的工作只是做一份总经理助理这样的职务。那不是职位吗？不是岗位吗？ 那这就涉及到诚实的问题了，因为你有工作经历不写。不不不，您说到诚实就有点这个上纲上线了，我觉得。总经理助理这拿得出手啊？不挺好的吗？因为我觉得和我后来很多项目比，其实也不足为提吧。那你其他的项目你也可以写上去啊。因为项目经历可能在我眼里也不太算工作经历吧。哎，春雷，大家抓住你这个问题问那么长时间，你后悔没写吗？既然大家都说了，说明我当时做的不好，因为可能当时时间也比较紧，对，还是自己没有太认真对待。所以花姐问的是你现在怎么看？有则改之嘛。还有一句无则加勉呢。我自己欺辱一下啊，就是那个，我就想知道你的意向企业和职位和你的期望薪酬和工作地点。简单的说，我更看重的是平台和公司能够给予我的成长空间。没有具体化。人家懒得搭理。好，第二是职位，你想做什么职位？管理类。然后第三，你期望薪酬是什么？看着给吧。我这人就干就技术出身，我就想知道那个你大概底薪是多少，我给得起给不起。我知道技术出身的人。我们有没有资格留这个灯？对，我这个我真的没有特别明确的要求，是我觉得可以养活自己，然后在公司会给很好的平台。我觉得我认输了。他是一个经济学的硕士，那经济学里面最讲的，其实我觉得沟通效率，起码大家应该了解，你应该明白吧？你跟人家不是一个 level， 不行吗？我认输了。我们聊，接下来是我们的二人世界了啊！我特别想了解你刚才说的那个总助啊，一个小部门的，从职员升到总助花了多长时间？不到2年的时间吧。算平步青云吗？也有坎坷。也有坎坷，说点坎坷的事儿呗。那我说我感恩的事情可以吗？也可以。就在我工作过程中，机缘巧合，就通过人去认识了其他书法家协会的老师，就打开了自己比较好的人脉吧。那个总助多少钱一个月啊？最开始是4000多。走之前是多少啊？13000。干嘛要走呢？我自己想给自己一个，就是梦想的一个完成吧。现在硕士毕业了吗？还没有。还有多久？还有半年。那这么急着出来找工作干什么？早点见到你。行，我就当时是一个理由吧。你要多少钱薪资？我期待的至少是12000起吧。12000。那为什么他问半天你死活不说12000？所以我觉得还没有聊到很多的项目，包括我做过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个项目嘛，说一个你自己有价值的项目，好吧？我在校方学校期间，然后结识了贵州那边的领导，也是我师兄嘛，然后他们一起做了一个活动，包括商业策划书的撰写，包括人员的沟通，我算是一个董秘的这样一个身份的工作吧。但是这个是不是不是你做的？你刚才讲的你是助理，所以是不是是你的领导来做这事，只是你全程参与了而已呢？商业 BP 我可以说60%都是我写的。你是主导还是辅助？对，兼有。这是几年前的事儿啊？就去年。去年，你今天真的没有特别想去的企业？
之前比较亲于段东哥哥。五八同。段东哥哥，确实是大姐啊。你说你要求12000是吧？最低底薪。啊。应聘的是职位是什么呢？总助吧，总助或者董秘啊。我最加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将来你作为总助你招聘的话，这个来的人跟你一样填简历，你咋办？应该不太允许这种现象发生。那就说声对不起，好吧？对不起。来，第一轮选择徐火磊。还有三盏灯，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哎，我真的是碎一地。他这上面就虽然这么简单，那所以简单的就有效吗？他特长是喜欢打篮球啊，对。然后呢，他又是民族大学经济学的，就我这边缺这种人，我岗都准备好了，然后从头到尾看不起我，我没有没有，我是大因为心真碎了一地，一个饺子馅儿似的。没有进去聊的，我觉得可以考虑啊。其实我也挺期待你的，春雷，咱俩是老乡还是同学？所以我觉得你有点太。我不知道你是骄傲，你还是根本不把大家所有人放在眼里。不是这样的吧，师姐？我觉得，因为对我其实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标准，一定要给我多少。然后我觉得我更看重的是后期的后劲儿，对吧？那一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平台。他有一种话不投机半句多。对，是有一点。我觉得他不是说这个无所谓的态度，我觉得是很典型的这种自尊心太强，所以小叶用问的方式，你特别不接受排斥，所以你不愿意回答。但为什么涂磊老师跟你聊的时候你愿意聊呢？是因为涂磊老师他是拉近了你，他是用聊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种话术吧，或者引导。我可能不太习惯于开门见山的就来聊这个，那我就像我觉得做生意要先有感情一样，我才会跟你做更大的生意。我不了解你，我怎么能够聘用你呢？我不了解你，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他恰恰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我想问一下，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来面试什么岗位，他要干什么？你们刘登的意义是什么？总助吗？我有一个比较大的猜想哈，那你今天会有这样的表现，包括你对小叶刚才的这个对答都是非常轻松，举重若轻，我觉得你对所有事情都蛮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你还没有毕业，你是不是已经拿到 offer 了？有 offer 没有签。你适合做助理吗？你觉得一个优质的总助的最大的特质是什么？资讯畅通。资讯畅通，紧密联系。紧密联系还有呢？实事求是。你觉得这三个哪个岗位不是不需要这三个呢？我刚才讲的总助的这个特殊岗位的这个优质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你觉得从入场到现在，你觉得你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体现了吗？看大家的综合评价了。他其实一直在跟我们所有的企业家在玩一场心理战，一场防御心理战。因为他可能怕他露出任何让你攻击让你去质疑的地方，所以他宁可不说。我看到你极思恐惧，明白吗？哦，你好。从这张简历的设计到你回答问题的设计到现在你主控全场，你是我第一个看到我们这个可爱的老师站在旁边可以不用说话，你自如地跟每一个嘉宾都有发言的机会，同时你想要的这些大公司也都为你留了灯的唯一的一个选手。你要不就是傻白甜，要不就是你赢了。谢谢周总，我是一直场控能力相对还可以的人，但是在求职上可能还有很多需要精进的地方，但是在生活里是另一个样子，我觉得是这样啊。来，职场情商课堂。66万购买奔驰车发动机漏油事件中，女事主坐在车盖上哭诉说：“我就是因为太讲道理，才被你们欺负。”尝试分析一下这一类社会职场不公正现象。坐在车盖上，你不知道这事儿吗？我不清楚。啊，不清楚？你好久没看过新闻了吧？我不知道这是哪里的新闻。你不关注社会热点是吗 ？No。但这个新闻现在每天所有的平台都在发啊。啊，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女车主买了一辆车，奔驰车66万，结果呢，车还没刚开出 4S 店门就开始漏油了，然后呢，这个 4S 店呢，
不给他换，一开始没有什么答复，所以呢他就坐在引擎盖上说了这么多怪话。首先可能对方在买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做好很好的选择和决策，所以我觉得最应该责怪的就是审视这个问题的最终应该承担的应该是这个女事主自己吧。我觉得这个商家应该也有一定对事主的赔偿机制吧。这个问题问的是社会职场不公正的现象，其实这个想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在职场里有一句话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当你看到很多很多的部门大家在公司要资源要开抗的时候，什么样是有效的沟通，对，但是呢这道题如果放在职场里的话，就是有效沟通来得到相应想要得到的权益。咱们不用把这个事情呢说那么极致，对，他不其实他脸上和他的行为就两个字，官方。对，不屑吧，应该是。你不觉得是一种官方的口吻和微笑吗？这你认为是不屑，包括身体语言，他认为是一种官方发言人的感觉，对，那种微笑。他的表达一直是那个疙疙瘩瘩的，因为他说一半留一半，他剩下那一半是留给自己的余地。我特想听三位说回答回应一下马瑞，刚才马瑞给三位的题三位都回避了，他回避你们也回避，你们还挺搭配的。马瑞问得很清楚，为什么留灯，你们没有一个人回答。来，朱涛为什么留灯。首先我觉得你们要承认他的学历也好，专业也好，学校也好，都是优秀的，对吧。另外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种魔性，就像刚才周伟总说的，我真的是感觉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想灭这个灯，我对你特别好奇。来，段东也是好奇，但是呢我是一定灭灯。我看不到你的真诚，总觉得你留有余地，你在观察，你也许有能力让我发挥你的才能，但是你在整场的沟通过程里边没有共赢的欲望。也许你在象牙塔里边待得太久了，就说我就是中心，我要什么很重要，你要什么再说吧。第二轮选择徐厚林。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从最开始到现在。我有的时候我反正我是每次跟求职者站在一起，我把他送过去，我是一种心情，他回头走我是一种心情，但我发现每次心情最浓烈的时候就是这个声音响起一片红的时候。就有一种人呢，其实是特别失望的啊，他带着满腔诚意而来，我就想找的一个工作啊，这怎么不凑巧，怎么就今天发挥不好没找着。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心满意足的，我达到我的目的了，反正我也来了，这事儿我也干了，我也跟你们这个当面雷对面鼓啊，这么来过几回合了。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其实他面对所有的灭灯之后，他所感受到的是对方的不足，而不是自己的不足。我今天全部都灭灯，不是我不够好，只是我不太适合这里，或者不适合这一批企业家。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我属于二三之间吧，我觉得哈。其实有的时候脸上一直保持一个这样的微笑也挺不容易的。如果我生气我就说出来，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你这句话冒犯我，哎，我喜欢你的问题，我愿意真诚作答，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太客套。好，好吗？好好好，谢谢你，再见。谢谢。觉得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确实是要讲不同的话啊，所以也要首先是反思自己，但是在反思过程中还是要做自己，也更明确了自己以后的职业的路。